就在林内乡的一个礼拜三他们的一个看望当中呢，我也刚好回去了，那也就是他原本工作的一个下属，就是他的那个传福音，对，可是只要接触的人他都是基督徒，对对，感谢主。所以呢以往呢我们接触到这样我们可能就基督徒嘛，就毕业就拜拜子，可是现在我们接触到的是基督徒，我们没有就此打住，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我没有重点从此都不敢这样去伸言了，对，然后就被推去壮年班哎呀，我想实在是激励我也激励当你的圣徒能够在身体的里面有一个灵紧的门是要第一个非常谢谢大家。那第二个看到恩先生夫妇还有陈良这个对面他们从林良堂到我们教会生活，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万荣乡包括不止万荣乡，包括大概所有的这些原住民部落里面他们原来都有一个天主堂，就刚刚国王弟兄讲的那些故事我们都有听，然后我们也去那边，然后我们甚至有去一些家探望，哇，那个也真的是那个震撼教育我是到那个牛肉面店的震撼教育，那个故事后来是就听到，就是现在听到现在的结果，都是觉得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事，觉得没有对，对，就在你的里面，阿妹，丰丰富富的享受基督，阿妹，对，在主里是吃喝享受，阿妹，吃基督喝基督享受基督，就是那个很小的距离里面呢，真的叫做。家徒四壁，因为就是全部都是水泥的，然后就两个小椅子，一个人一个弟兄坐在轮椅上，就这样。然后呢，那大家就开始进去嘛，进去坐，然后坐，然后就换我最后一个，我就进，因为那个没人载，我的包包都卡在门上了，所以我就不进，我就站在那里，就在那里就交通了。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就说：“姊妹，你可以进来吗？”王主印证书。